到美综合报道，香港女星邱淑贞长相美丽，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女神。她与老公育有三女，其中大女儿沈月依传到她的美貌，被封为最美星二代。许久未露面的沈月日前来泰餐加张学友演唱会，并在刘嘉玲的照片中现身，小鹿性感的模样成为焦点。刘嘉玲在微博 PO 出与众星一同参加张学友演唱会的照片，许多大咖艺人入镜，可说是含金量超高。将近一年没有公开露面的沈月也身在其中，只见她将长发绑成马尾，身穿黑色长版上衣，搭配薄膝长靴，下衣直接消失，露出一双白皙美腿，那秀绝对领域。以为在爸爸身旁笑容甜美，邱淑贞先前曾透露女儿因无法忍受外界如放大镜般的眼光而停止更新社区网站，距离上次 PO 了你将近一年，这次难得出现在大家面前，让粉丝相当惊喜，并大赞她越来越漂亮。沈月又一男的露面大秀性感，反射自刘嘉玲微博，沈月被封为最美星二代，反射自沈月二季沈月神隐将近一年，反射自沈月二季。